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午安哦。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中午的12:15哦。那我们的同事，力旺园艺工程的同事都已经在吃午餐了。我们今天因为没有收到所谓的 NDA 的限制，也就是保密条款的限制了，因为我们今天接的 case 是一个比较小间的园艺公司。那当然，我们还是不要提到他的名字，以及他的雇主是谁，以及他的那个老板是谁哦。那就是地点，我可以跟各位讲啦。我们今天来到大甲的幼师工业区里面一间叫做贺科的专门做机械的一个工厂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在这边做他这个槽应该算是一个。广场吧，篮球场旁边一个草地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这个雇主呢，非常的佛心，也不是佛心啊，就是他直接让我们使用篱笆剪以及除草机，还有吹风机啊。我是很少有看到园艺公司的老板愿意让我们直接使用这些机器哦，然后还稍微教一下我们怎么用。那除草机我本身就会了啦，因为之前在水南机场就是中央公园第二园区清翠园，那时候就常常在背，跟我们公司的人一起常常在背这样子。那篱笆剪的话，只有在其他园艺公司看过他们师傅操作过。那今天我还没有机会操作到篱笆剪哦，因为我都在背割草机，在割这一大块草地这样子哦。那包括后面那个有树的那边的芒草很多啊。那我们刚刚已经割的差不多了。那篱笆剪是用来修这个，这应该是进路花吧？对。然后基本上今天工作就这样。然后下午的部分，我们还会转移到他们另外一个厂区去做，因为另外一个厂区也要赶一下进度哦。所以今天工作其实算是轻松愉快的。好，那就这样。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